人数是急速增长。我有见到他用 PayMe 啦，就叫每个人过5元给他就抽奖，他有两个选择的给啲抽奖的人。一呢就是抽到的钱呢就是归抽到的人所有啦。二啦就是一是就揀被捐给露宿者咯。好讽刺的是他有前科性侵其他女仔啦，又偷拍其他女仔啦。但是又在网络上面扮到是很有爱心啊，很有善心的人。因为我看回资料。